春节即将到来，张叔没有什么送的，今天送点金钱给大家。今天呢，张叔来做一款金钱香菇。我们首先将我们的香菇呢去根，然后放入锅中焯水。然后捞出用布呢吸干水分。在的那个香菇的内面呢，我们抹上干的生粉，肉末呢我们加入胡椒粉、盐、生抽、鸡蛋，生粉少许的老抽，我们搅拌均匀上劲，我们做成肉丸。我们将肉末呢放在香菇上面抹均匀，锅中下入底油，我们下入蒜、葱花、辣椒圈炒香，然后我们下入蚝油，加入清水，再下入生抽、老抽，下入刚染好的香菇、金钱，下入锅中，进行小火烧5分钟。揭开盖，我们加入少许的水淀粉进行勾芡，好，我们进行装盘。这一款形式精简的香菇让肉呢就做到好了，春节的你一定会喜欢。